欢迎收看猫咪养手工。今天来玩非牛顿流体，先在碗里加少量清水。我想做个奇异果非牛顿流体，所以加的绿色。我这个色素比较淡，加了好多才稍微显得绿一些。然后就是加大量淀粉，假装不心疼，假装我家淀粉不要钱，多加点。搅拌了之后，我发现淀粉还是有点少，再继续闭着眼睛加。这次看起来终于够了，而且还加过了。我又加了点色素和清水，水千万不能多加了。就这样，我的非牛顿流体做好了，用勺子敲它，好淡定啊，纹丝不动。上水果刀切吧，虽然能切下去，但是在表面却未留下任何痕迹。非牛顿流体果然强大，用手抠了试试看吧。抠出来的碎块放到手上，很快又粘结成一个球形，还能随意掰断捏碎，玩起来好像是眉粉块，好解压呢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